天道指引，只有神识的传承者才能寻找到占领转世。圣子，哼哼，不过是个黄毛小儿而已。天道大义，岂是你我有资格妄加揣测？你是？你叫我小白。要是每天都有这么好吃的奉上，我应该会留下。小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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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会死的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小白。我不管什么战令，什么仙剑，我只要你好好的。臣妾当时与二皇子交好，实属一时蒙蔽了内心。敢抢我萧景涵的女人，我一定要她死。若有韶月熹微，愿作流萤除碎。别以为我不敢杀了你，纵然万劫不复，我萧景琛定为你屠尽天下邪徒。实话告诉你，那个陆大人是个狐妖，我要杀了你们。